春秋左传庄公。经元年春王正月，三月夫人训于齐。夏善伯送王姬，秋住王姬之馆于外。冬十月乙亥，陈侯临卒。王使荣书来赐桓公命，王姬归于齐。传元年春，不称即位，文将初故也。三月夫人训于齐，不称将士，绝不为亲，礼也。秋住王姬之馆于外，为外礼也。